一个话哦，刚提到有关那个像机票的订购，你看背后哦，哎，这个也是很大的商机，因为它其实就是广告嘛，它可以帮你带到它那个就是航空公司，然后呢，甚至旅行社带了流量，有没有？所以你一定会先查它，有点像 Google 一样，Google 再怎么样其实就很赚，对不对哦？那背后其实就是爬虫啦，所以如果你假设愿意在这个地方花一点力气的话，我相信，其实你也可以创造某一个产业的一个商业模式，甚至的话呢，如果假设你够聪明哦，现在就开始把爬虫结合 AI 的话，哇，那不得了了，以后了只要爬虫加 AI，哇，那快要无敌了，快顶天了，因为未来只要跟 AI 能够衔接在一起，再产生一个商业模式，哇，那这个东西哦，怎么可能不赚？对哈、哦。像那个前天吧，那个前几天那个谁，黄仁勋不是去台大毕业典礼，然后后来又那个 Computex，他又在上面秀一下 AI，哇，那简直是太厉害了！整个光那个 NVIDIA 哈、哦，这几天的市值马上暴增7亿耶，而且不是7亿，7兆哎，天哪！OK 哈、哦，所以其实很多有话题之后的话。那当然，对于股价哦，绝对有正向的帮助了。当然不只是股价，还有别的啦。OK，好，那再来的话呢，如果请各位哈、哦，所以刚刚我们重点第一个哦，我刚刚有把这个东西哦，有没有记得哦？关键字就 Create，那后面的这个名称是固定的，所以不能改哦。你不能想说哦，我老说我可不可以中间再加一个底线，加一个什么？不行。所以如果将来呢？你要去爬资料的话，哈，一定要这一个 HTML file 这个物件的话，那你就是把它当成是一个范本拿来用。那如果你要引用的话，哦，你可以改成，如果这个是一行就搞定了。但是如果你假设要做下面的事情，你变成第一个要这两行，哦，变成说不是 create，而是 new 它哦，new 的话就产生它这个物件的实体。好，然后呢，记得还要再去我们的这个地方找到哦，所以这里的话，可能要慢慢这个工具里面设定引用项目。那设定引用项目，如果假设你现在是 run 的状态，有没有？比如说刚好同学 run 的时候，哎，工具，哎，老师为什么这个地方哦，他没办法点下去？哎，很简单，因为你现在正在 run 嘛，你如果在 run 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够引用，所以请你把它停止之后就可以引用了哦，特别说停掉。然后这边有个设定应用项目，记得是这一个，应该不难找吧？叫 Microsoft H 开头就找到了，OK 哈、哦。好，那大概是这样啦。这个其他细节我就不刚刚有讲到就不赘述了。所以呢，我们可以先做一个，把它当样本，所以一二三四五这五行变一个样本。那之后的话呢，就可以抓你想抓的东西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它做一个变化好了，比如说我这边还有提到就是说。诶，如果我假设要抓什么，比如说这个官网上面哈、哦，刚刚我们是抓这些东西的哈、哦，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抓的是这个东西，底下不是有个 about？诶，如果我想说，请你把这些字帮我抓回来，或者是说帮我把这个 get in touch 这边抓回来的话，或者 link 这边帮我抓，甚至我希望哦，帮我把这些所有的 link 加一次哈、哦。把这些所有的超链接帮我抓回来的话，诶，那该怎么办？你说老师，那这个超链接很简单嘛，按右键哈、哦，这边不是有复制连接网址，但问题里面有几个网址啊？一二三四五，哇，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14个，那14个你要按14下，然后你要贴，所以如果假设我要抓这里面的东西怎么办？哎，上礼拜其实有教了，OK，那、啊、只是说你要怎么去把它活用，所以哦，如果要第一个啦，about，哎，如果我希望把这底下的资料抓回来的话，比如说这个资料我要，那怎么办？一，请你在这个你要的资料上面按右键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二的话呢，看一下它是放在什么有没有一个特征的资料里面，那你可以看到哦，它放的是在 P 到 P 里面。可是问题，如果你今天用那个 P 来抓的话，哈，我看一下会不会有问题。当然你可以试试看啊，Ctrl F 嘛，哈，Ctrl F。然后如果你是抓这个 P，所以你就在前面加一个小于符号、大于符号，那你可以看到，哎，
这个 P 里面有几个？其实不多有没有 P 的话只有一个，那它在第几个？第一个所以其实如果你要抓这里面资料，你也可以抓 P，也可以。好，第一个方法。那你说老师那个 P 如果不用 P 的话，可不可以别的方法？可以啊，你再往上一个，这个部分有个 div 的 class，你也可以用这个名称。那这个名称如果假设你怕说会不会有别的地方也用这个类别名称的话，一样嘛你把这个 class 等于这个什么custom 这个把它贴到底下这边来。那这没有这个应该有我看。那如果只查什么查 custom 这个有几个下一个有两个所以你查的时候可能前面不要加 class 等于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是第一个，这边是第二个。所以如果假设你查回来的话，理论上会有两个。那第一个的话在哪里？第一个在这里，第二个在哪里？第二个在这里。第二个刚好就是我们的什么？超连接 links 里面。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如果我今天要抓什么？抓这个里面的资料，帮我秀在比如说 A1 的储存格里面的话，OK，那怎么做？试试看。另外第二个也许可以想想看，get in touch。如果我希望把这些资讯帮我抓回来，但它有超连接，我希望超连接独立一个栏位好了，比如说它的哪一区，然后它的电话，然后在它的超连接，这个就所有的超连接，如果底下的东西要通通抓回来，那该怎么改哦？OK，试试看哦。如果你可以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抓下来。那我跟各位讲，以后你要抓网页就简单的啦，真的，因为大部分你网页不就是标签吗？不就是类别吗？不就是 ID 吗？这些如果你掌握的话，其实就够了试试看。如果我希望呢，A1 一样放那个标题名称叫 About Us 那里面就是帮我把那个这个网络上面的这个地方的这个 About Us 里面这些字帮我把它放在哪里？放在这个 A2 的地方。里面就 OK 了，所以我假设要抓的话，那当然第一个你可以拿刚刚的这一个程式当范本，Ctrl+C 好了，那直接我把它贴到上面好了，贴上，那记得贴上的时候名称不要一样，所以这个的话叫什么？爬取叫什么呢？叫 about 好了，about，OK 假设给它一个名称，那一样嘛反正就先资料删掉，那你如果要抓资料，一定还是要经过前面的所有动作，包含就是把这一个网页的源丝码全部抓下来，因为你没有抓下来，没办法解析嘛那只是差别就是说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我刚刚讲过，我刚刚看了一下，它是用类别名称，所以有类别名称的话呢，那我可以把这个类别名称找到，那它有两类别，这个类别的话有两个，那我要的是第一个的话，那该怎么做？一样嘛，第一个我们可以拿什么？拿这个当范本，所以这个可以底下这些可以把它删掉，我先注解掉好了，我先不要删那我用这个当范本，那这个的话呢，其实第一个啦它这个是 class name 嘛，所以我后面只要把 class name 改什么，改刚刚那个这个 custom 这个，把它复制一下，然后呢意思说我要找的是这个类别名称哦，OK 好，第一个，那它找回来的话，理论上这个契合单引号、双引号只会有一个啦。OK，好，这样好，第一个给它的类别名称，好，那所以呢，我就可以找到这个 div。那 div 里面我们刚刚查有两个，所以基本上如果第一个的话是中括小括弧零，就是第一个我要的。那小括弧一的话就是超连接那一些。那所以呢，我第一个 OK 了，这个把资料抓回来了，get element 那第二个栏位名称我叫做 about us 所以我拿这个上面名称这个 about us 复制一下，然后把它放到这边这边贴上，OK 然后 A1 就会有这个 about us 的名称，再来因为只有一个，所以不用跑回圈，所以回圈删掉，OK 那什么时候需要回圈呢？就是如果你不止一个的时候啦，你当然就是要用回圈然后放哪里呢？这的话就是 A2，当然你可以写成这样 sales A2，或者你可以改成 range 也可以啦，甚至你可以改什么？如果你偷懒，你可以改这样也可以啦，A2 可不可以？这样也可以啊，或者你打 range A2 也可以，反正写法很多。然后呢，
DIV 里面有两个嘛，哈，那记得哦，我们要的是第几个？第一个嘛，第一个编号是多少？零嘛 ，OK， 记得哦，不是输一哦，因为如果那个阵列的话，一定是从零开始哦，所以特别注意哦，不是一开始哦，是零开始，这个一定要记得哦。好，这样理论上应该就写完了 ，OK， 看懂我意思吧？哈，这应该看得懂吧？那如果 OK 之后啊，你这边设个中断点好了，好，然后再按 F8 逐行来看哦，这样会比较清楚，让它跑跑看，执行。哦，跑到这边应该没问题，然后下一个哦，帮我抓，那所以 DIV 里面应该有两个，那你说老师啊 ，DIV 里面我想要看的话，其实在那个什么了，那个 VBA 里面按右键它是有新增监看室啦，你也可以看一下里面的东西有没有新增一个监看室给它，然后这边就有眼镜有没有，还可以把它展开，这个 DIV 物件里面放了哪些资料哦，其实你也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它的 legs 就是总长度两个，它、啊、里面有两个项目 ，item 一就是放这些东西 ，item 一的话就是编号零啦、啊，啊我们要的东西应该是在那个什么，在那个 inner test， 所以你里面应该可以找到有一个属性叫做 inner test， 有没有看到 ？inner test 里面哦就放了这些东西，有没有看到这个属性哦？就是这些东这些字啊，而且告诉你它里面的形态是 string。所以我要把这个东西抓回来的话，那你就对应到 inner test 这个属性就可以。所以我们后面其实有个属性就 inner test。那你说老师，那我要抓别的啦，其实别的还可以，别的属性，你只要记得属性就可以把资料抓回来。那我目前只需要 inner test， 所以呢，我其他先暂时不管。所以呢，我就把找到的第一个有没有，就是小刮胡林里面的 inner test 抓到 A2 里面去。这样就 OK 了，有没有？就看到结果了 ，OK。但是你说老师那好像有一点不太 OK 的地方，就是哈、哦，因为它资料没有折行，折行 OK。所以你要怎么折行呢？哦，你说按右键储存个格式嘛，这谁不会？对齐方式里面哈、哦，找到自动换行不就好了 ？OK。可是你说老师不对啊，我希望最好是全部程式一气呵成嘛，不然的话呢很麻烦嘞，那怎么办？其实很简单的、哦、如果你假设希望做折行动作哦，我印象中就是这个可能要用 range 了，用 range 的话哦就很简单， range 哪个储存格告诉他 A2 里面的话、哦、你只要呼叫一个属性就搞定了 A2 这个储存格哦，我希望呢哦它能够折行，所谓的折行，它属性的话，我记得英文名称应该叫做 wrap 吧，就是就是 W 开头的。然后呢，它折行的话啊 wrap test 哈，有没有折行这边有没有 wrap test， 这个叫折行，有没有？那你可以查一下啦，点下去里面不就有属性？那你大概不过前提可能要知道它的英文名称叫什么。Wrap test， 好，然后呢，等于什么了？应该等于理论上应该要就是要不要折行？要哦，就是自动换行的意思，那就输入一就可以了。不要的话呢，就输入零。那我们来试看，理论上我猜应该是这样了哈、哦。输入一的话应该就完成，如果输入零好像就是没有换行，看一下。有了，有没有？所以如果你假设哦。希望再让它折行，不要手动的话，那就是再加一个这个什么 wrap test 等于一，这样子也就 OK 了哦。那刚刚的部分的话，请各位试试看好了，这个地方我是用什么 DIV， 不过、哦、另外还有一个哦，你说老师你刚刚不是有查了 P 吗 ？P 里面第一个也是啊，那如果我今天不用那个类别名称，我想要用。tag name 的话，那如果 tag name 不也一样吗？如果假设哦，我这个不要，我先把它注解，那我换成 tag name 就是刚刚不是有一个，那个 tag name 是 P 哦，所以我如果用有没有，set P 好了，等于用那个查那个标签是 P 啊，因为 P 里面的第一个刚好就是。他的那个 about， 所以呢，我利用这个方式哦，可不可以做到呢？其实啊，可以沿用上面的东西，有没有？啊，这边一样哦，
这个可以拿来，哎，这两行其实是可以拿来用的，因为剩下其实概念都一样。那只是说呢，哈，我要怎么样把那个 P 里面的资料有没有 P 里面的第几个，哎，所以这边把它改成 P 就可以了。哦，第一个吧，哈，OK，哎，也是这样子，所以一样把它抓过来，哎，结果会不会是一样？其实理论上应该都一模一样，因为 P 的第一个也是里面的资料，那怎么知道？O 不 OK 呢？其实也是一样哦，我先把这边设个中断点，跑一下，清空对哈，然后找 P 里面是应该是会有两个了哈，那我要抓第一个，哎有了有没有？得到结果跟上面一模一样，所以跟各位讲了哈，以后呢如果你要抓资料哈，不一定说只能用那个 class name，你用tag name 也可以，甚至如果有 ID，你用 ID 也可以，OK。所以哦，不要一直只是拘泥一种啊，反正你看到哪一个比较简单，你用哪一个。然后这两个我发现好像都一样简单，OK。所以请各位试试看，我刚刚先用那个 class name，再用这个 tag name，有没有两个方法？好了，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